真的是人山人海，人山人海呀、新年要到了，人山人海，买水果他们买水果的人也是很多。卖水果的阿姨太忙了，人太多了。拜拜的花，大塞车，大塞车，真的是大塞车了，人山人海，走路都难呢。啊，这个螺，这个是螺，他们喜欢吃的螺，这卖拜拜的花、香菜，卖水果摊的。Hello， 奶奶，干。真的是人山人海，大塞车。来呀，炒栗子，这里有人卖炒栗子。这个是。这个不知道什么东西了，忘记了，好像亚达子。然后一包一包的，咦，啊你没通忙没没便宜嘛，好滚，一万五就是15块马币。哦，这个是他们喜欢吃的，这个是没有完全没有煮的，然后里面放那个辣椒的。啊，这里也是有人在卖鸡蛋糕，鸡蛋糕是他们必买的，拜拜要用到的，所以哪里都有看到有人卖鸡蛋糕的。可能像发糕咯，蒸开发。买水果的很多、每个人都很忙。哇，这里是卖小吃的，小吃的小姐是炸的，我们那边叫炸五香，他这里炸五香跟我们的比较不一样，还有炸苦瓜、炸云吞皮面包，你要吃什么自己拿自己点的。忙到很忙。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分享哦。
If you like my video, please remember to like, subscribe and share. Thank you.